我这边再一个比较的，哇，抓到了。三点其实并没有很快，从最后来讲的话，接球的一个位置也没有传得很准，还有最后拉下那个位置有 take 到，真的差一点，真的厉害。二垒神有办法从这后面来讲的话，看到他 take 跟手摸到的位置，确实没有错了。